安贞姐真的是超级爽的，非常专业。哦，这位姐姐真的多才多艺。确实是，我刚刚扇她都没反应，打五个巴掌她都没有醒。泄恨的时候了。我觉得你整个人都，就是整个人都已经对啊，我们都要时不时这样训练一下。对啊，你这样温顺，服到不行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凯特。那我们现在呢，人位于林森北路上。今天呢，要跟一个女生一起去开，是跟谁呢？今天呢，就是要跟我们的瑞恩。那我们现在在林森北路上嘛，那这个东西呢，其实是雪儿之前就传给我，真的很久以前，凯特真的带我去。那我们看一下这边呢，其实在林森北路上有几间在网络上还蛮流行的，就是他们的月式洗头。大家不要误会哦，不是那个休息住宿哦，不是，不是这个，不是，是这个下面的部分好不好？他其实是一个很懒的人，不太爱洗头，也不太爱整理这样子。我想说就想要揪他一起来，但其实我今天也是有备而来的，就为了洗头。你几天？2天。我4天。哇，超猛，好臭哦，好恶心。姐姐会不会晕掉？因为我想说都要来洗头，就是要先的熬一阵子再来洗头。我2天没洗澡。Oh my god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就带大家去看一下这个月式洗头到底什么东西。那我们就准备上去看看吧。天哪，我觉得有点紧张哎，该不是做黑的？你不要乱。会不会等一下就按到其他按楼根？应该没有吧，因为我现在看外面就是一些可能掏耳、采耳啊，刮胡子，可以请他帮我刮一毛啊。好恐怖哎，什么意思？这位小姐，公主日配，这边连沙发都非常的浮夸哎。卡特王子，请坐。不要把你们当皇帝啊！这很夸张哎，我第一次看到洗发店的沙发是这种沙发，这是越南就是有这种吗？传统越南反而就有在流行一整套的服务。这边的那个美容师吗？穿得很烂。等待他叫你们，好紧张，来要脱衣服。脱衣服？我们上次来拍，有稍微脱一下。脱衣服？我要帮他，是他帮我脱。没有啊，谁要帮？谁要你脱啊？我才不要嘞。现在他们要选哪个配套？等下细套上是属于小板凳，更重要选的。雪儿来洗脚了，好酷！所以是先洗脚，对，是不是很期待呢？好期待哦！4天没洗的头，很久没碰水了。怎么会有人说出很久没碰水的话？其实蛮灵亮的，跟我想象中不一样的。因为会有那种小暗房，因为其实就有点像是去那种按摩店，按摩前他们会给你洗脚或泡个脚这样之类的。厉害哦！哎，这可能会上瘾哎，那你可能要累积一阵子，不洗澡一个礼拜洗一次，好可怕。然后他们就是说雪儿来了，雪儿来了，接你接，我不接。嗯，我帮你接掉。好，爷爷，爷老在躺在姐我跟奶奶呀，爷爷你在躺个油。水会不会通通？那边黄泉，这是一个人做两个人？没有没有，平常会有其他的师傅来帮忙。最近生意比较好吗？比较好吧，因为最近也有很多人来这边拍店。那你去饺子？去饺子。自己在家里都要这么用心，会不会找神后啊？快把它洗了，反正顺便按摩的。那我平常其实就是还蛮爱保养自己的，像我都会定期去给人家去角质。所以你现在脚应该是不光滑，应该非常嫩的。哇，每一个脚趾，舒服哎。这是去哪里啊？就我觉得这边的姐姐穿的有点太辣了，对不对？我都不敢，就是不敢看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在往旁边看。还要直接脱衣服吗？对吗？往上一对，啊，死亡角度，等下就帮你按做脸，对脸部，然后最后才会洗头。卡特也要只穿裙子吗？卡特应该全身脱掉吧？哦，好好奇哦。卡特可以开你的窗帘了吗？可以，要付费哦。啊！我看你里面是什么。好恶，上次你们也是这样子哦、啊，真假的？女生里面要穿内衣吗？女生就是这样啊，那就不用拍给你大家看了。我的话就不方便了。对，下面是有穿裤子就好。下面你猜猜看啊。好恶啊！有啦，下面还是有穿裤子，男生有穿裤子，其实就裸上身。他应该是等一下会按下来，是不是？对啊。如果全脱，我可能就会觉得这是不是很像那种泰式按摩的感觉？这里的音乐好安静，每次都想睡觉。我们两个睡着。我们等下会不会睡着？当时他们有睡着吗？稍微眯一眼那样有。那我觉得我要睡着。洗头在哪里洗？等一下你们就会看到了。啊，在洗？我没有全躺过洗，我以为这是我死后才会经历的事。我一直以为洗头是要再去另外的地方，然后躺着洗这样子，所以我就是一个半小时都会一直躺在这个床上，除了吹头发而已。会送餐来吗？你以为是这样？1500还送餐，把这里当什么？对啊，公主般的待遇。好紧张，将来一定。好，偷偷跟他说几天没洗头，有点震惊。
他在笑。但我没有流汗啊。没有流汗就是出油嘛。他等下会默默把那个口罩越来越高。他会不会换？我现在先帮你卸妆。好，谢谢。那个已经。为什么要笑着睡着？音乐太让人家想要睡着，很催眠呢。谢谢你们做这个做多久？我们做这个已经一年了。越南也有很多这种吗？对，越南很多这种。真的哦，很多人在越南都在做这个。有，是越南的传统。酷，卡上那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粉。粉。什么粉？它这个没有什么很粗的颗粒，所以我也很磨皮肤，是舒服的，嗯，很舒服。定拍你的脚趾们。我觉得我已经快睡着了，等一下我没讲话就是我睡着了。这个很香，一个那种淡淡的草本味。嗯，一堆白白的，是不是也要睡着了？我随时都会睡着，太舒服了。我会一直把你们叫醒。现在是脸部按摩，是很轻柔的那种，那可以再按大力一点吗？嗯，很舒服啊。舒服吗？好舒服啊！放自己的手，哇，这样拉感觉好舒服。啊，感觉整个脸部肌肉都放松了。真的是啊，肩颈。会痛吗？不会，是不是很紧？不会，你身体放松就好。这店开一年多而已，蛮新的。他刚刚说这里都是越南师傅。按肩颈真的是超级爽，非常专业的那种感觉。那你有按过年纪很大那种六七十岁的来吗？六七十岁比较少一点，现在蛮主妇要多，家庭主妇也很多。阿特，等下来敲一首《叮叮当当》。啊，就喜欢玩耳朵的，他是超级爱玩耳朵的人。卡特，我们比赛谁挖出比较大块？好恶心！他的耳朵很干哦。嗯，还有很多吗？耳朵蛮干净。因为每天都要挖耳朵。你耳朵真的很干净。卡特，你是干耳还是湿耳？我是干耳。干。哦好。我是湿耳。我超级湿耳。我的也超湿的。它很容易粘东西，所以我就每天都要挖。很多客人来说都晒满，晒满啊！哦哦哦！哇，你整个哦，到你的脚都要竖起来了。哎，这是干嘛的？按摩耳朵。怎么了？那你怎么了？那你怎么了？哇！鱼草焦糖片。哦，有啊有啊！天哪！真的有每天挖耳朵。天哪！为什么我有这么多耳屎？财富的象征。耳朵很精彩，这很像两个耳朵的量哎，这是为什么我讲话这么大声的关系吗？等一下我们来测测你的耳听力，听力会不会变？难怪水耳都听不到人家在讲什么。天哪，卡特，你竟然都挖完了，我的等一下给你带回去做纪念。就是很少人帮你剪指甲。对，天哪，还有磨甲哎！发现这边的姐姐都要很多才多艺耶。不可能睡成这样！你刚刚扇他，他都没反应。打五个巴掌，他都没有醒。泄恨的时候哎！谢谢，你是来分享心得的。粉丝福利，粉丝福利，先衣服，有一点整蛊的感觉。力道很刚好，太大力就不能睡觉，太小力又没感觉。你平常也会按摩吗？不会，我是不按摩的人，我怕痒。但这不会觉得让你痒？对，不会痒，很舒服。而且师傅的手也太好了吧，很软。皮肤很好，有那种粗粗的那种感觉。Oh. 你终于起床了。刚刚姐姐突然牵住我的手，害我的心脏蹦蹦的跳。刚刚好像我不小心睡着。没有不小心，没有，好像是真的。我们在你面前扇了你几巴掌，你都没起。赶快发泄。太舒服。好舒服哦！我妈小时候也会这样帮我按摩手，就是我如果不舒服的时候，我妈就按按。你刚刚按的吗？按完了，我在按脚了。她都没睡着哎。学在静心分享心得，然后你就睡着。很像那种在那边做那种油压的感觉。我觉得我很喜欢那种按摩是按到有力的，因为之前可能去那个外面按摩，有一些会觉得说我很瘦，所以就按很轻。可这边姐姐按摩真的是有那么劲。按摩按到没反应。你听我们现在第二次好不好？哦，大力一点，大力一点，咬它，咬它。哦，你的舒服大家都看得见，真的很舒服，大家一定要来体验看看。终于懂为什么会有人沉迷了这个。
我们要不要买一台放在工作室？我们大家轮流洗。你买我们 OK 啊，那你会帮我们洗头，我当然 OK。我不会。问东城可以吗？这位姐姐真是多才多艺耶。还是你要买的其实不是这个，是需要带一个姐姐回去。所以在越南到处都有这种吗？大部分都有。真的哦，天哪，那我下次去越南我要一直去浴室洗吧，就按到背耶。哇塞，好，这里真的好划算，我在洗澡耶。这个可以伸进去哦，走下去。真的没有这么全躺平洗过头耶，太好玩了。这我回家可以撑四天。洗澡也是吗？我擦如意了，不能洗澡了，防水了。觉得要迈进八天不洗澡，虽然会洗耳朵。可以吗？不会。可以啊。不会。你的脸跟脚反映了一切。是脚。手还比。可以可以。是我们护法。哇，还有护法哦。哦，来了吗？很紧张。你的表情。好酷啊！我要到脸了吗？没有。啊，不会到脸。你真的以为还会像车子这样子？他还按摩头，天哪，好享受哦！你手是怎么？第一次看到会洗脸。哦。哇，这有一点麻麻的哦，我懂那个，蛮舒服的。哇，洗脸感觉你真的可以四天不用洗澡，我脸肉也太舒服了。这是这个东西哦，好神奇哦。哎，这个如果做很多个，我就可以躺在那边，然后直接洗澡，对不对？会痒痒的吗？不会，就是小水流这样子。从头到尾都不会有水冲到脸上，对啊，就是那种海绵轻轻的这样弄掉。哦，这是什么？它要上去了，上去了。发生什么事？哇，这个脚是怎么回事？我喝到水了，嘴巴，哦，灵性之旅的感觉，刚那个很像大自然雨林的感觉。是谁啊？哦哦，很舒服哎。这边已经结束了，站了，我要再来。在越南也是吗？哇哇。如果是你知道工作结束后来做这个，一定会非常的舒压。对，整天疲劳没有。真的是按摩的手法很厉害。哦，呜、哦、呜。我先带着他，我待会帮你吹头发。哎哎哎！突然多了很多手。我想要离开，可以加时吗？好舒服。我们现在刚刚体验完这个月式按摩，然后我们是选的是 A 套餐，是1500的，因为刚刚里面实在是太舒服了，一直睡着啦。里面体验的过程我可能没有什么片段，都是主要是他这样子。但是你看一下刚刚的油条妹，现在是不是变得 Oh my God！ 天哪！是黏住的，刚刚很油，像我刚刚也是，我刚刚是去当兵的阿兵哥，啊，现在下来 ，Oh my god， 直接变成大学生，很舒服哎。他吹完头发还帮我抹发油，一般在外面抹都要加钱呢，按摩肩颈也要，就哦哇，今天就感觉是全套加好加满。而且我跟大家说一下，我觉得呢，就是师傅们都真的非常厉害，那个姐姐们其实蛮用心的，因为她整个这个手法，她还有一些这样子，哦对对对对对对对，然后她按摩头的时候也有一些她不一样的手法，她还有那种弹指哦。感觉有在练，知道吗？哎，而且我跟大家说，我觉得有一个很厉害的点，就是说他们怎么讲，就是会让你的筋骨都按开的感觉。他还会说，我这边有气节啊，然后这样子啊，这样啊，呱呱呱呱呱这样子。他刚才在那边转你压你，对，很厉害。那你觉得刚刚最印象深刻是哪一个项目？那个水柱，然后盖起来，然后这样冲，感觉很像在大自然雨林里面的。你有没有去过那一种有泡汤的那种地方，然后不是有那种大水柱冲吗？就像那种感觉，它只是。吸气时候这样冲就好舒服，好舒服，然后又温敷，哦，真的是。我自己觉得它有一些很厉害的，就是说连剪指甲都有，给你剪得好漂亮哦，而且很圆，它还帮你修，它还磨，它还有掏耳朵的服务，我掏很多东西出来，很划算，对不对？很适合这种就是平常不爱干净的朋友，我就可以分享给不爱干净的朋友，因为他们来就很划算。那刚刚其实问过姐姐，他们真的说这边的客人从男生女生年轻到老都有，很不错哎。其实我没有看到刚刚你们大概看我是怎么样，你们刚刚有觉得什么印象深刻的点吗？我觉得你整个人。都就是整个人
都已经对啊，我们都要时不时这样睡一下，一定要温睡，舒服到不行耶，真的没有办法了，太舒服了。然后刚刚还有一个男生，我觉得来的话很值得点，就是他会帮你刮胡子跟修脸毛，然后加上卸妆什么的，他还有洗耳朵。